搞掂埋全部马匹，准备妥当九场赛事三班跑千四米，准备，准备，王旗举起。一开闸嘅时候，前面快嘅马啦，见到中档位置有无敌啊，内栏进取啦，中间俏潘安、其次思明，出边十二门徒啊，咁啊再后一浸嘅马啦，有呢只好易稳啦，出边进力龙啦，内栏咧，咁啊浅紫色衫咧，大约喺呢个第八位咧就小流春风啊，后一浸嘅马啦，咁啊先见到荣俊公主啦，月老孖宝劲赢晒啦，卡卡大师啦，尾二出边幸运胜利啊，包咗落尾咧就系嗰只风云嚟噶。好啦，过一千米段处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就系呢只进取噶，响第二位响个外边咧仲有呢只十二门徒啊，最后边嘅第三内栏俏潘安啦，中间第四位灰马粉红衫就无敌啊，出边绿色衫绿色帽啊进力龙啊，大约咧响呢个第六位咧就旗帜鲜明啊，内栏位置仲有小流春风啊，后边咧就系呢个好易稳啦，再数后边嘅马啦，仲有呢个荣俊公主幸运胜利响呢个尾五个位置啊，尾四咧有劲赢晒拍住月老孖宝啊，包尾一对系风云同埋卡卡大师噶，入直路咁仔。前面透出咧就系呢个进取啊，十二门徒第二位啊，见到埋边有俏潘安，中间无敌咧揿住都上嚟啊，再喺无敌外边仲有旗帜鲜明啊，后边打冲锋嘅马仲有好易稳啊，斗到嚟最后二百米到啦，进取依然系占先啊，中间有无敌同埋旗帜鲜明，外边好易稳亦都立紧上嚟，斗到最后百零米啦，进取喺内栏占先，中间系旗帜鲜明，出边上紧嚟仲有只好易稳，最后五十米到，进取依然系占先啊，旗帜鲜明第二位，外边好易稳接近终点啦，第一名咧就系呢只进取赢，第二名好易稳啊。第三名咧就係旗幟鮮明，第四名咧就係勁贏曬啊！咁啊，結果真係食你嗰個千四經驗啊！咁啊，擺咗喺前面放頭就係呢只進取啊！一放到底，好易揾跑第二，旗幟鮮明第三，勁贏曬第四。好啦，我哋見到呢只進取啊，今日仲俾扯放扯流咁樣翻到嚟，仲係一個馬位嘅優勢啊，唔止添，一有四分一。跑第二咧就係呢只好易揾啊，第三就旗幟鮮明啊，第四咧。其实劲赢晒啊，咪都搞翻啲走势俾你睇下。哇，见到都就好易揾，拉屎逐步逐步咁样上嚟，过埋只大热门。好啦，睇翻呢个巡海影片啦，排个咁好档位出嚟，唔理啦，骑啦喂，隔篱左右嗰啲，其实嗰啲无敌咧，我又唔知点解咧。灰马仔，你又你上次明明系咁样追得好噶。但今日又選擇等前啲，即係而家。不過咁，而家咁睇翻咧，佢出咗嚟之後，佢又撳翻住，咁你又唔可以話佢嚇。十二門徒喺外面一路俾住，仲要俾多幾步先至埋得到嚟二碟啦！你見到轉彎前得唔得啊？偉達得啱啱 OK 啦，啱啱好入到嚟啦。其實旗幟鮮明呢啲位啊，真係冇咩挑剔啦啩，左右隔離冇人逼你啊咁。咁啊，睇下嗰只幸運勝利又如何？而家喺邊啊？喺鏡頭後邊五喎。係啊，其實都冇乜問題啊，上場都係咁後上啦。反而好易揾喺佢前邊咧，而家就。哦，爭原來咁樣騎落去，佢個進度仲未追得到喎。升班真情啊，始終係好惡搞啊。仲未追得到喎。不如勁贏曬，原來係一個尾嚟嘅，咁咪臨尾都追翻好多。啲卡卡大師斷攬嘞喎，開始冇咗嗰啲爆落去啦嚇。而家右手邊，哇，飛到去嗰個位啊，都冇啦。但冇走勢啊嘛，你見到風雲都蝕㗎，咁佢都撲翻上嚟。其實幸運勝利都唔係話輸得遠嘅啫，都係同佢哋一齊撲嘅啫嘛。